先是左边是起点，我们按这个。这个左边吗？对，左边。不是右边。那没关系了，反正就是一边啊。啊、哦。来，按这个。按到什么程度呢？按到那个这个，现在是起点啊，现在调起点，左边我们也叫起点，左边啊。不要去争论左右，反正就是一边啊。来。起点怎么没准呢？就是这个回墨对的片了、啊，超过图案。回墨片，这个回墨这个片超过图案一点点，大概就是10毫米这样左右吧，也没关系，只要超过它就行了。超过一点点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就看这个现在的参数，看这个数是多少？现在是94.84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左定位点这个地方输入这个数字。94.84作为起点。对，不是，是负负啊。94.84，来输入这个，这个就是起点，那等于说我们就设置好一个起点。嗯嗯。设置好起点之后呢，我们。